末代皇后婉容罕见的五张照片，总有一张你没见过。哥布罗婉容1905年出生于内幕府大臣荣源府内，婉容二字及他的字穆弘来自洛神赋，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其父郭布罗荣源是位开明人士，时任内务府大臣。他认为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应接受同样的教育。末代皇后婉容真的很美，那些没有任何摄影特效的陈旧老照片，没有任何护肤彩妆的年代，没有整容过的脸蛋，婉容依旧天生丽质，这才是真正的国色天香。婉容不仅美貌，且琴棋书画样样都精通，是一位兼收中西方文化优势于一身的贵妇人。嫁给末代皇帝溥仪后，并没有留下一儿半女，他们有过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。图为婉容的溥仪的同框照，学生发的婉容清丽脱俗。这一张是末代皇帝溥仪和皇后婉容的同框照，溥仪一身西装，婉容时髦洋气甜美又大方，真是一位气质女神。溥仪的手放在婉容的肩膀上，难怪的温馨画面。婉容虽貌美如花，却不得末代皇帝溥仪喜爱。正如溥仪所说，每次结婚都是看看照片就定了，不是自愿。婉容文秀给我留下的回忆是整天吵吵闹闹，一点感情也没有，这也预示着婉容不幸的后半生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